我们请林馨利跟伟霆帮我们介绍这个 Frilicu 的 In Your Lips 30秒。Yeah, 就这支它一个走向蛮特别的，它一开始是一个很就是清甜俏皮活泼的女生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味道就是带一点甜甜的花香感，那到后面的时候呢，它反而又转到另外一种比较小女人柔媚一点的那种味道出现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就是这种甜美啊，然后带一点花香的表现的话，我觉得这支你可以试在身上看看，蛮特殊的一支香味。好，伟霆，就是那我就不讲它的前后差异，我讲它整体而言，我觉得是一个小女生柔媚小女生的味道。那因为它还是以妩媚感做开头，但并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哦，你今天是有事吗？是来干嘛的？因为还是会转到一点醛味的冷空气的感觉，所以它是适度的妩媚，所以我觉得蛮适合约会或是姐妹出去逛街的，就是蛮漂亮的一个味道这样，因为有时候它那个妩媚感没有给满，反而会让人家会想要一直重复的品尝你那一丝味道，然后再加上它的瓶子也蛮特别的，很推荐给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